洗脸水打好了，宵夜也煮得了，你再看会儿书就睡吧。啊，好。你们翰林院朱大人过寿，寿礼我也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你人去就行了。好。对了，有个叫小东的孩子，说是你三姨夫的侄女的弟弟，投奔你来了。我给了他钱，送他去钟表店当学徒了。大哥，这是你下午看的书，我帮你加起来了。灵儿，啊，我处置的不对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处置的很好。我是说你成天为我忙得团团转，就为了照顾我。我不照顾你，谁照顾你啊？有意思。你每天除了照顾我之外，你就不干别的吗？比如说什么你喜欢干的事儿。我喜欢的事情就是照顾你啊。哎呀哎呀，夜宵夜宵还在火上呢。哎，我刚吃过，灵儿。你再吃点吧。快，都平身。谢皇上。师父。皇上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师父，皇太后这回可真是气得不轻啊，连朕去向他请安他都不肯见朕。现在皇太后的脾气朕实在是越来越摸不清了。其实朕不是有意违逆母意的，他想让我选表姐当皇后就直说啊，既然要我自己挑，挑了却又生我的气，叫朕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怎么样啊，状元郎，衣锦还乡的感觉很不错吧？多亏了张夫人给我备了些礼物，回家之后特别有面子。哎，张夫人，今天找你出来主要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啊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因为婚姻之事违逆了母亲，结果母子关系就闹僵了。哟，闹僵了，这可不太好啊。我那朋友想知道怎么才能缓和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呢？这事儿还请张夫人教我。你那么大学问，还用得着来请教我啊？这话说的，这怎么哄老太太开心的学问，还真没人教过我呀。主意呢，我倒是有，不过你打算怎么谢我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古人云施恩不图报，那不行，我这人很吝啬的，没好处的事儿我才不干呢。那这样吧，以后只要你想出来散心喝茶，我随时奉陪。哎，那不是让你占了便宜吗？你以为我很喜欢让你陪我散心喝茶？算了算了，我吃一回亏白交给你吧。他还吃亏？你以为这普天之下有几个人能当状元的老师啊？朱玉，你倒是想听不想听啊，状元郎，你要不想听我还懒得说了。别别别别别。梁某恭请张夫人赐教。坐吧。谢张夫人。这负荆请罪嘛，你得挑人家心情好的时候。你那位朋友的母亲她喜欢做什么呀？她喜欢听戏。哦，欧的意思是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只是想起我的一位姑母也特别喜欢听戏。张夫人的意思是趁老太太听戏的时候来。这行不通的。行不行得通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你们在笑什么？来住赴日，大仙这出戏不逗乐子。老佛爷，您瞧那蚌壳精，来到东海之上，叫得江海浑浊。看什么？哪不对了？看，您再仔细瞧瞧。停下来！停停停，都停下来！你身为一国之君，竟然跑到戏台上做伶人打扮，这成何体统？跟皇额娘回话，西汉刘向《列女传》中写了一个人叫老来子，他十分孝顺父母亲，他都七十岁了，还穿上彩衣扮成小孩子，假装跌倒在地哇哇的哭，逗得父母哈哈大笑。儿臣见皇额娘近来心情不好，所以就效法这位二十四孝中的大贤人老来子，彩衣娱亲，替皇额娘消愁解闷儿。还彩衣娱亲，我们被你气死就算万幸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下去换衣服去。是，儿子这就换衣服去。他是想气死我呀！春儿啊，我没事儿，你歇着去吧。明天啊，还要练早功呢。师父，你还不走啊？你不要以为我身体不好，就不能打你。哎，我说春儿啊，春儿，春儿！哎呦，打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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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春儿啊，内务府的公事到了，轮到你进宫了。啊！哎呦，是，您千万宽心保重，我知道您舍不得春儿。狗屁！孩子的前程要紧，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春儿啊，可惜啊，你还没有正经上过台呢。罢了，我拼上这条老命，我陪你演出戏。可师父，您的身体还……哎，我的身体不要紧的，我想让你记住，将来每一次你在戏台上，都有师父照看着你。孩子，别怕，有我呢。嗯。
横曹操带领人马攻打冀州，也曾命马童前去打探，未见回报，来此候了。马童去报信，未见转回城。师傅，你醒醒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醒醒！师傅，哎，怎么成？师傅，这船完了！你醒醒啊！你死到我头里了！师傅，师傅，老佛爷这几天进不香，睡不好，让奴才很着急，不知道为了什么。老佛爷的字是越来越苍劲，可以和严公媲美。哼，只是龙玉这二字，当年小德子告诉我，他也是听宫中的老人说，咱们满洲人龙兴于关外，靠的就是那块名为龙玉的圣物。当年太祖皇帝努尔哈赤在最落魄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块极透亮、极坚硬的美石，由萨满得到了强烈的感应，说它是天命的象征，把它叫做龙玉，得龙玉者得天下呀。太祖爷可不是得了天下吗？太祖爷相信自己是天命所选中的人，将来必为龙兴之主。有了龙玉的激励，
太祖爷自然就信心百倍了。他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以铠甲十三副，部众三十人起兵，索性反了明朝。从此率领八旗铁骑，东征西讨，一统满蒙，建立了咱们大清朝。太祖爷建立了大清朝，年号便是天命啊。看来这龙玉太要紧了。老佛爷，您见过吗？想瞧也瞧不见了。小德子听宫中老人说，那龙玉早在乾隆年间就失踪了。龙玉的故事，从前我没往心里去，可是现在我竟然是这么渴望得到这个象征天命的龙玉。五花的地门东啊，菜来了。五花的地门西呀，还有酒啊，哪来的酒？是我孝敬您的。坐下一块吃吧。哎，可惜黑牡丹不在了。黑牡丹很管什么用啊？他死在我头里了。真正较劲儿啊，就看谁比谁活得长。哟，想你师傅了。你见你师父容易了啊？真的吗？哎，你家那结婚以后啊，哎，有什么伤心的事，像今天一样把脑袋扒了啊，很快你就要到黄泉路上伺候你那黑师父去了。春儿知道错了。哎，春儿啊，咱爷儿俩待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我把这一身子本事都交给你了啊。可是你呀，师父教我的我都记着呢。还有重要的一课，今天我就交给你。师父您说。二十多年前，宫里有个叫安德海的，你听说过吗？我听村里人说过，他是总管大太监，听说后来被杀头了，对吗？对，就是他。这个安德海呀，在辛酉年间帮助老佛爷铲掉了辅政八大臣，立下大功，红极一时。太后老佛爷封他为总管大太监，更是红得发紫了。当时啊，同治爷才十岁，正是最淘气的时候，太后教子十分的严厉。可是这个安德海呀，仗着太后的宠幸，糊涂又蒙了心，拽得连自个儿姓什么都忘了。他居然连同治爷都不放在眼里。到了同治八年，这个安德海呀，越发的狂妄自大了。他要做一件大清开国以来太监从不敢做的事。那是什么事啊？嘿，蠢事！他在北京横行无阻，还不足信。他要以奉命采办宫中用品为名出境去，好高风光风光，各地官员难得有机会巴结皇太后，自然会争相孝敬。奴才把银票一收，神不知鬼不觉替主子捞个盆满钵平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不行不行，大清祖制严禁太监出京，我也不敢违反呢。只要皇太后下道一旨，谁还敢啰嗦呀？公然见于一旨就更不行了。我要是带头违反祖制，将来还拿什么服人呢？哎，挺好的主意。
可是行不通。意志虽说是绝不能下，可是你照去啊。我就不信谁敢冒着得罪皇太后的风险多管这种闲事。是啊，这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谁愿意做呀？还不是睁只眼闭只眼吗？可是你记住了，要安分点，不能太招摇。万一你要是闯出祸来，我可就袒护不了你了。主子放心，奴才知道了。可是这个安德海呀，太狂妄自大了。一出北京，他就把老佛爷的话忘得是一干二净。他沿着运河一直往南走，这一路上啊，是大江排场，耀武扬威。结果刚到山东，就被山东巡抚丁宝桢给抓起来了。这个安德海简直大胆妄为到了极点，竟然打着皇额娘的旗号，非但违制出京，而且还公然向官员索贿。他一路上种种飞扬跋扈之情状，已经闹得民间议论纷纷，损及皇额娘之声誉。哎，真正该死。此事既由山东巡抚告发，儿臣与恭亲王都认为不宜姑息养奸，究竟儿臣该如何处置，还望皇额娘明示。皇帝不是都已经亲政了吗？应该如何处置，难道心里还没谱？安德海论罪当处斩，只因他是皇额娘的亲信内侍，儿臣不敢。你明知道小安子是我的亲信，却没有驳回奏折，这意思不是明摆着了吗？要杀还是要饶，你自己去掂量，别装模作样的来问我。儿臣也是出于无奈，不得不依法处置他，还望皇额娘体谅儿臣的难处。老佛爷就是重恩情啊，他想尽了办法用一个死囚顶替安德海挨了刀。安德海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可他从此再也见不到老佛爷，他只能做一个活着的死人。闹了半天，大太监安德海没有死啊。可是师父，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就是安德海。春儿啊，我要教过你的最后一件事，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教训。千万不要稍有点出息就狗肚子盛不下半两油，自以为了不起。说穿了，奴才就是奴才，得认命。认命啊！师父，啊，师父，您醉了。师父，师父，您醉了。师父，师父，老佛爷，师父，我想你啊，春儿啊。哎，你要长进呐。嗯，将来到老佛爷那儿，你替我好好的孝敬他。好，我答应您，以后一定好好孝敬老佛爷。老佛爷是咱大清国的顶梁柱，你别看他是女的，可他有勇有谋，一点都不含糊。他最重情义，只要你对他好，他会对你像亲人一样。可是你要成了他的敌人，
那你可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师傅，我去拿毛巾。嗯。师傅。春儿，我忘了，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呢。如果你进宫以后看见一块石头，那石头像拳头这么大，锃亮锃亮的，又沉又硬，你千万把它送给老佛爷，谁也不能给。你能答应我吗？我答应您，我答应您，我答应您。就是能帮助老佛爷找到龙玉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，可我不能告诉你，万一你把他送给了别人，那可就糟了。我也不能告诉老佛爷，否则他会怀疑我连那歌谣都是瞎编的。是，你一定是老天爷派来帮助我报答老佛爷的人，你一定能找到龙玉，一定能。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呀，等这么久了，真是！哥，灵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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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您好狠心啊！都这么久了不回来看我。灵儿乖，不哭不哭啊！哥，你变了。像大人了，你倒是没变，还是那么爱哭。你没哭吗？你看你这都是什么呀？好了，春儿，你大哥和灵儿特地为你收拾了屋子，走，回家再说吧。嗯，走。啊，这就是你们住的宅子呀？啊，好吧。春儿，大哥，春儿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想死我了，想死我了！我真的好想你啊！怎么样？来呀！你那屋子拾到的不错吧？我亲自盯着布置的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还不都是等人家张夫人来拿主意？可惜啊。这么好的屋子，我住不了几天。为什么？哥，我就要进宫了。日子都是定规的，耽误不得。别难过了，不要紧的，又不是见不着了。进了宫，你又有苦头吃了。看你这个人。吓唬他干嘛？我，别担心，我会看相，我保证你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哥，你放心，别看我没你壮，但我一定比你能吃苦。我们虽不能在一起，却心连着心，永远是兄弟。娘会在天上看着我们，保佑我们。师傅们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哎，春儿啊，你师傅脾气怪，不肯来送你，你可千万不要伤心呐。你们都是春儿的师傅。走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行了行了，孩子，快走吧。
咱们做奴才的，尽管这膝盖不值钱，却不是一跪了事儿这么简单。啊，跪，有跪的规矩；跪，有跪的分别。谢恩谢赏，我们要感激皇恩浩荡，要三跪九叩。平时呢，可以跪单腿安，跪。你个笨蛋！啊，跪下的时候袍子不能遮在腿底下，知道吗？记住了吗？是。起。倘若跟主子正式请安，那得跪双腿安，两条腿，先左后右，跪。先左后右，先左后右，男是左。先左后右，男是左。身子挺直，摘帽。放在身子的右边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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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哪个是右？哪个是右？哪个是右啊？怎么不长记性啊？你磨什么呀？这，你快点儿你！活泥儿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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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你这么干活的吗？啊！再不好好干活，我扒你的皮！这。师傅早。师傅，茶已经给您沏好了，沏得艳艳的，正好喝。师傅，早点给您预备好了。都是你爱吃的，洗脸水我也打过了，屋里屋外我都扫过了。我问你了吗？啊？我问你了吗？滚出去！是，师傅息怒，师傅息怒。滚出去！你以为师傅是瞎子是吧？这就算擦过了，这就算擦过了。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？啊？前儿个我刚刚打过你吧？啊？又敢偷懒？麻溜的，打自个儿三十个嘴巴吧。打呀！呵，你留着力气干什么呀？修长城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拿出吃奶的劲儿来，老爷就找别人伺候你。打！
师傅，镜子已经擦好了，请师傅检查。你以为这底下不擦就行了吗？万一主子的一脚碰上灰，师父，镜子底下也擦过了，再擦。当主子问话的时候，头微微的抬起，微微。微微的抬起，微微微微的抬起，抬起头，两眼看。春儿啊，你头抬起来了，为什么不看呢？奴才不能直视主子的眼睛。哼，你小子倒什么都知道，啊？你知道一会儿去御膳房怎么说吗？师父派我来学着打下手，学不好请整安公公尽量责罚。哼，我告诉你，御膳房的活可不好干，你要是到时候不哭着鼻子出来，老爷我陈字就倒着写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哎好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哎，前几天你派到御膳房来打下手的那个孩子，你说的是春儿吧？啊啊，放心，那孩子一有错啊，你就使劲打，打死他我都不管。我打不了他呀，他又聪明又勤快，刀工比我徒弟还强呢。什么？我今儿请你喝酒啊，就是想跟你说。索性你把春儿分到御膳房吧，啊！不喝了，不喝了，走吧，走吧。看在咱们多年交情的份上，你就把春儿……你滚吧！哎哎，滚滚滚滚滚！你哎哎，滚！哎，你们看，点心哪儿来的？你们放心吧。是长安公公赏给我的，又不是我偷的。来，大家快来吃，这样师傅看见可就麻烦了。真好吃哎！嗯，好吃，好吃。春儿，你真行。听说从前到御膳房帮忙，都被打个半死呢。也许是我运气好吧。我真希望我有胆子问师傅，您的贵姓陈字儿？是不是该倒着写了？哎呦哎呦，总管大人，请请请请请！哎呀，哎，您这儿坐，这儿坐。哎呀，总管大人呐，今儿个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好差事赏给我呀？连元呐，哎，你也太贪心了。你这差事还不够好啊，让孩子们伺候着，作威作福的啊，你比皇上还舒坦呢。哎呦，这都是您老照顾我呀。知道就好。哎呀，今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？老佛爷嘱咐我上外边打听打听，有什么灵验的求子方没有。